每天早晨你醒来，马丁马丁，有个角色在等待，变成了龙啊真可爱，真可爱，变成了原始人不太帅，不太帅。郭沫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去玩吧。罗娜是你喜欢的女孩，你真了不起。马丁马丁马丁，你是超人飞得真快。马丁马丁马丁，你的故事好奇怪。马丁马丁马丁，无论是小小外。马丁马丁马丁，有了你生活更精彩。马丁马丁，每天早晨你醒来。马丁马丁，有个角色在等待，变成了龙啊真可爱，真可爱，变成了原始人不太帅，不太帅。郭沫是你的好朋友，我们去玩吧。罗娜是你喜欢的女孩，你真了不起。马丁马丁马丁，你是超人飞得真快。马丁马丁马丁，你的故事好奇怪。马丁马丁马丁，无论是小小外。马丁马丁马丁，有了你生活更精彩。猜猜今天我是谁？我头上是什么？好重的帽子！今天早上我变成了谁？哇哦，瞧瞧，咱们家来了一个围巾小子。头上戴的是什么？做饭的小铁锅吗？别逗了，妈妈，谁会把铁锅戴头上啊？这顶是帽子。确切地说，这是一个头盔，它能在战斗中保护你的脑袋不受伤。战斗太危险了，听着宝贝儿，我可不希望你在学校里和同学打架。知道知道，要用脑子解决问题，不是拳头。哇，你今天变成了谁？一个铁匠吗？不对，我今天是围巾人。围巾人？头上长角的围巾人吗？那你的脚呢？我的脚大概要等长大了才会有。可是维京人不是还要有海盗船吗？船在哪儿？我要坐船。嘿，早上好，罗娜，看到马丁了吗？猜猜他今天是什么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变成了一个维京人，对不对？非常正确，我今天是个围巾小子。这个样子很精神呐，你的头盔好漂亮。哼，你干什么，小强？别大惊小怪的，我就试试你的头盔硬不硬。肯定比你的脑袋要硬。安静一点，孩子们，现在是上课，不要吵吵闹闹的，听到了吗？过会儿我们去博物馆参观，同学们要遵守纪律，文明礼貌，不要大声喧哗，听到了吗，马丁？听到了，东老师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好热啊，我想吃芒果冰淇淋。我也想吃冰淇淋，我要草莓味的。谢谢。给你，罗娜，我请你吃冰淇淋。哇哦，还是草莓味的，谢谢你，马丁。哎，那我的呢？我也要吃冰淇淋。我可以给你吃一口啊。还是算了吧。安静，孩子们，集合了，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进来。
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洛基的雕像，他是维京神话中一位非常有意思的神。据说他喜欢在诸神之中制造混乱，也就是恶作剧。大家看这边，这条巨大的蛇是耶梦加德。这些绿色的是蛇蛋，蛇蛋孵出来的就是小蛇了。可别小看耶梦加德，他身躯庞大，力大无穷，曾经掀翻维京战士的巨大战舰。这家伙真吓人，我最怕蛇了。哼，你看着，我去给他们一点小惊喜。蛇，别碰我！我的冰激凌掉了。对不起，罗娜，都怪我不好。站住！渺小的人类，你们亵渎了圣物，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怎么长得那么眼熟啊？是雕像，它跟刚才那个巨人的雕像长得一模一样。没错，我就是邪神洛基。你们把冰激凌扣在我头上，吓了我一大跳。我要求你们马上向我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对于犯错的人，只有惩罚才能让他吸取教训。快跑！站住！你这不知悔改的家伙，居然想逃跑！哎，你逃不掉了！哈哈，我早就说过，没有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你们冒犯了我，必须弥补，否则我就把你们丢进海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不要惩罚我们。那你说怎么弥补？我们可没有钱赔给你。什么？赔钱？这简直是对我的侮辱！亵渎神灵是可以用金钱弥补的吗？怎么弥补？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拉我干什么？大胡子叔叔，为什么你头上长角了？雷雷，快回来！跟你说不要乱跑。我来了，妈妈。你们敢嘲笑我，我要给你们点厉害瞧瞧。哎，小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不错吧？哇，这是什么？我的头上长角了！求求你把他头上的角去掉吧！别着急，你们人人都有份。接下来轮到你，怎么惩罚你呢？有办法了，我要把你捆起来，绑在柱子上。不关罗娜的事，是我不小心撞到了他，他的冰激凌才会掉到你头上的。是这样啊，我很好说话的。要不给你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们去找蛋怎么样？找蛋？好，找什么蛋啊？你们去米德加尔特，把耶梦加德守护的蛇蛋给我带回来。耶梦加德是那条掀翻维京大船的巨蛇吗？这不可能。不想去是吗？那我就让你们全部都长脚。不，可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它。米德加尔特在世界树的中庭，人类居住的地方。
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那我们怎么去那个地方啊？就是啊，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？有没有地图？我讨厌回答问题，你们最好马上开始行动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好吧，我是很宽宏大量的，送你们一个带路精灵，免得人家说我刁难小朋友。出来，在哪儿啊？找到了。哇，那是什么？蜜蜂吗？是萤火虫，它的尾巴会发光。快点儿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快跟上。跟着萤火虫，马丁和他的好朋友能找到巨蛇吗？面对巨大的对手，马丁怎么才能拿到蛇蛋？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冒险。别担心，马丁必须用他的智慧来解决问题。自己偷的，当然还有善良。他们最终能完成邪神洛基布置的任务吗？答案就在下集百变马丁。我等你们很久了，怎么样，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？有意思。